RG 特派员来啦！2024的第一集，贾米要带你去台中新开的重庆火锅，顺便来一趟全新的台中市区一日游 ，Ready Go！ 第一站飞花重庆火锅，内部空间很有设计感，也有独立的小包厢，有超级多食材可以选的。上桌用酸甜的小料理汤来开胃，接下来就是吃超好吃的牛肉。不论你是海鲜控、内脏控，还是啤酒控，飞花重庆火锅通通都可以满足你啦！你对传统市场的想象是什么呢？第六市场绝对打破你的想象，摊位都是很明亮整齐的，这家心愿农场很有名哎，他们的水果跟饮料一样甜哦，卖的都是看得到的安心。嘎包的粉丝在哪？奶泡猫有自己的咖啡厅啦，提拉米苏上是缩小版的奶泡猫，嘎波模样的慕斯蛋糕，情调杯上还有奶泡猫鸡蛋糕哎，二楼还有超萌玄物店，不要错过啦！想知道更多台中市区一日游的攻略，请搜寻 RG 特派员，我是贾咪，祝你新年快乐！